企鹅同学哈，记住，除了一个椭圆形，没有办法用三角形画法去把它定义出来。即使再复杂的图形，都有办法用三角形画法去把它定义出来。好，可是你观念要清楚啊。好，来，一样，我们要带量角器。啊，来，我们用钉的，这里点一下。这里点一下，这里点一下，这里点一下，三个钉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同学，我请问你，一个是七边形的，一个是五边形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来。再来之后，记住要量尺寸哈。老师都会习惯在其他地方画一下六公分啊，因为六公分等一下会常用，所以我就用圆规把六公分定义起来，这样子画才会比较准，知道吗？这个都是六公分，知道吗？啊。看我这里，等一下先画一个六公分，啊，好，所以这里三角形是出来了，啊，来，先画七边形，好，我画五边形，啊，我先画五边形，来，五边形的三角形是长在这里，是不是？三角形是在这里，比如这里是 A， 这里是 B 啊。其实我们要把它反过来哦，所以你看看，同学记住，联考的时候最好有两支圆规，知道吗？因为我六公分等一下是会用，你就可以留着。最好有三支，啊，这边换来换去。好，所以你注意看哦，我现在这里量这里。这里是六公分，对不对？好，我现在把这两个颠倒过来，这已经画了。好，再来换 B， 怎么样？这一点，对不对？好，再画过来。请问你，我是把它翻过来，是把这个三角形翻过来，怎么样？是把这一个三角形翻过来，其实这个不用画了，只是让你知道一下。是把它翻过来了，知道吗？啊，好，再来，我这里再把它这里当 A， 这里当 B 哦，这里当 A， 这里当 B 哦，所以你可以看哦，好，好，是要量这里。这是六公分的，对不对？这里是六公分的，其实五边形就直接这样子画，零点四就找到了，是不是？零点四就找到了。好，可是老师稍微再教你们一下。好，我这边画这样子哦，我现在要再求这一段画过来。看，我现在再求这一段画过来，怎么样？看到没有，焦点都在同一个位置上，所以你可以看，我现在这一个是又把它画过来，怎么样？这一个是又把它画过来，啊，所以五边形是出来了。再来七边形，我再画一次哦。好，一样，我这里是当 A， 这里当 B 嘛。现在第二次，我这里当 A， 这里当 B。好，一样，六公分，这里是要画。这里六公分，啊，这个长的，定一下，啊，因为这是七边形的啊，啊，这样画，怎么样？这个是好的，对不对？就依序嘛。
的时候要对称，同学特别注意，画的时候一定要对称。啊，好，这边，啊，这里是出来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再看这一边，这是六公分，这是正方形。这个画六公分，这个画六公分，啊，画出来，啊，五边形、七边形是出来了。再来，这个三角形很简单，啊，三角板把它摆成这样子，三角板把它摆成这样子，记住这边可以对，啊，画过来。啊，再往下两公分，画过来，知道吗？好，再来，啊，这要中点，对不对？中间，你看，画起来其实很准，误差一点点。啊，中间，啊，记住啊，中间画三角形要以这个三角板为主，啊。好，啊，这顶点画上去，画下来，这里画下来，对不对？这个是边长三公分嘛，啊，边长三公分，有没有？好，来水平线，把它接起来，怎么样？你可以看啊，我的图示都出来了，怎么样？来一首。